次得奖的产品是这个相挺相随的伸缩垫，成就了三地门是游离珠的故乡。由屏东县109间店家以及147件产品，经过产业专家评审，并展开为期一个月网络票选的激烈竞争后，最后评选出食品组、非食品组与好店主商家，共30名脱颖而出，成为屏东的好食、好物、好店的代言人。我们都希望从小农到整个大企业都能够秉仪做最好的代言，就是用品质做保证，用良心做基底。我们更希望这些好店家、好物、好礼都能够透过我们的销售平台来分享给大家。每间伴手礼入选者都非常富有在地特色，食品组多数产品都是选用有机无毒材料制作，不仅迎合健康养生风潮，也让消费者能吃得安心。而原乡的琉璃珠、客家染布等也经由巧思变化成优雅饰品，再把产品价格纳入考量，这些入选伴手礼每一项都是物超所值，非常的开心。因为默默的努力很久，然后也希望可以做出具有特色的手工皂，然后也可以为环保尽一份心力。我们的水果干就是绝大部分都是跟一些小农合作，这样然后帮助他们在产能过剩的时候能那个消耗掉他们就是多余的那些水果，让他们不用浪费的把它丢掉。屏东有很多在地特色的东西，那很需要就是有共同理念的人一起去做推广，这样子。屏东县政府表示，透过伴手礼与好店甄选，发掘屏东优质店家，让民众到屏东旅游购买伴手礼时有更多安心的选择。县府后续也将举办展售会及网络平台行销，让更多人看见屏东物产的美好。记者柯舍，屏东市采访报道。